哎呦！这个念什么？鸡公。啊？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你吃鸡公？就像一个老铁们两个空中飞人。姐夫，啊，昨天我姐看上件首饰，价格比较高，没舍得买。买啊。结果被我们买下来了，喏，给你个表现的机会。干嘛送给他？对呀，你不靠着我吧？怎么可能？我花钱买的，我会拿钱靠着你吗？加油！我爱你。